会一点都不会受影响的。各位，我是个宅男啊。王子教授是那个爱情观有什么特别？天哪，人帅真好，人丑就性骚扰，我就是那种帅的。干嘛还要去扯别人呢？还要扯到你的往事，扯到异能界的谁？那偏偏我的部分通通不是对的。今天一大堆的朋友都一直在关心我啊，说宪哥，出现那个这个性骚扰事件，你会不会受影响？我一点都不会受影响的，各位，我是个宅男呐、啊，我每天只会躲在家里研发一些新的产品，我根本不出门的，什么事都不会到我。黄子教授是那个爱情观。有什么特别？天哪，人帅真好，人丑就性骚扰，我就是那种帅的。然后男人啊，我跟你讲，可以风流，但是不能下流，真心真意的。我交每一个女朋友我都想要结婚生小孩啊，你看我孩子养得多好，我就爱小孩啊，不行吗？对不对？我对每一个孩子认真的交代，我都爱他们，把他们养育长大。吴宗宪20日正面回应此事，反控黄子佼战功彪炳，直言圈子里面的傻女孩还蛮多的。文中表示，听了你的爱的告白才惊觉，原来平常看你那么忙，都在演艺圈里面干些什么，果然是战功彪炳，一个接一个的恋女怕缠狼，圈子里面的傻女孩还蛮多的。最后吴宗宪更补充道， PS 未完待续。